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哥乐器解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刚刚得到消息，三 D 格斗的招牌游戏《VR 战士》第五弹《终极对决》这个版本将要登陆到索尼 PS4 的主机游戏平台。日本世嘉刚刚宣布了 PS4 主机独占游戏《VR 战士5终极对决》将于2021年6月1日发售 PS4 主机版本，独家发售到 PS 游戏平台。那这款游戏最早是机器版，在2006年首次发行了机器版，在2007年移植到了 PS3 还有 Xbox 360平台。那么这款游戏是做了一个强化，采用自家开发的龙引擎制作的，升级了画面啊，升级了全新的线上对战比赛功能。那么在2021年6月1号就要发行 PS 独占版本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大家喜欢的话，给我点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